总是之间这里有六万，你先拿着。两圈怎么这么少？哎呀，不要，不要才怪呢！哦，对了，我一个好姐妹也结婚，你这个大弟借我看一下。不借。哎，九妹也在呀、啊。哎，嫂子回来了，正好等会一起吃个饭。不了，我就不看你们俩秀恩爱了。赶紧走，赶紧走。你那个九妹跟我们借过多少次钱了？有哪次还过？行了，我家九姊妹就这一个妹妹，你不懂。怎么了？你自己看。那好，我看一下。怎么亏了这么多啊？你还好意思说？你那个九妹借我们那么多钱，你赶紧给她打电话，看她怎么说。那行，我给他打个电话。喂，九妹啊。哥，怎么了？哥，公司最近遇到点困难，想找你挪点钱。啊，哥，我这信号不好，先挂了啊。你看吧，这个就是你的好妹妹。行啦，要不找你表姐商量商量。表姐，你看我们公司的情况你也知道了，要不你方便的话帮我们找点呗。小妹啊，按咱俩的关系我应该帮你，可是我最近手头也有点紧，你这么一说还让我挺为难的。表姐，你不是一直都挺喜欢我这辆大 G 的吗？你看这样，我这个车已经压在你那里，你再帮我想想办法。就是啊，表姐，你就帮帮我们嘛。这个车嘛，那是小事，但是这个钱嘛，我也不能白借给你。这个利息。什么？利息？行吧，你说怎么算就怎么算吧。行，事儿就这么定了。我带的钱不够，我这就回去给你们钱。这个车我就先开走了。站住！这车开走了，我哥开什么？走开！九妹，你就别闹了。你哥这次是真遇到事儿了。哥，出了这么大的事，你不跟我说一声？这是上次向你拿的六万，给你拿过来了。还有，这卡里有200万，是我所有的积蓄，你先拿着。不够的话，我再想办法。这车你给我留着，我还得开呢。九妹，你哪来的这么多钱啊？这个就不用你管了。哥，现在天气那么热，你身上肉有那么多，容易出汗有异味，我给你带来香皂，你尝一下。好，我和你嫂子、啊、试试。除此之外，男士、女士研发的古龙香氛精油皂，洗头、洗脸、洗澡都是可以的，而且洗完之后是一种很清爽的感觉。夏天爱出油、出汗、有异味的朋友，洗完之后还会留一股淡淡的古龙香味，赶紧用起来吧。小妹，这个香皂洗完之后还有一股反转巴黎的香味。我的还有一股淡淡的古龙香味，而且脸上、啊、冰冰凉凉的。这么好的香皂是不是很贵啊？这个不贵的，这一盒啊只要6.9米，还包邮，就挂上方小黄车，还5块更划算。哥嫂子，要是你们喜欢的话，我下次多带一点。这些你们都拿着。哥，以后有什么事直接找妹就行。